接上一个视频啊，现在抓了几只了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只了。上个视频时间不够了，咱们接着拍啊。应该大家也没看够，这里没有信号不好直播呀，所以拍个作品给大家分享一下吧。给大家过过瘾，因为大家都喜欢看我抓这个大螃蟹，是吧？过过瘾吧。那里又来一只，目前抓了八只，全是母的哈。这只你们猜猜公母，猜错了给我点个双击啊！哎，猜错了给我点双击啊！哎呦我去，又是母的，三两中一个，全母。今晚抓的公的也给它放了啊，今晚让它全母，抓的公的也给它放生。哎呀，翻山越岭呀，挣到蒸鱼见了一个不一样的啊，海螺一个，蒸鱼见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了，全是螃蟹。再来一只，哎呦，哎呦我去了，终于见到公的了，终于见到公的了。刚刚那说那抓到公的放生那开玩笑的，这个鱼有点大，这个都不舍得呀，我去这个。少一个爪子就是不太舍得，我开玩笑的啊，别当真。这边来了一个，应该是个小的，不大应该。过来，哎，还可以，可以一两多。哎呦，哎，一两多，还行，一两多还是可以的。这底下有一个正在。倒挂金钩的这个，喂，公的母的，公的母的，又是个母的，倒挂金钩呢。这一只就比较明显了吧？这一只啊，看到没？又是个母的，是吧？又是个母的，又是一只母的。喂，哈哈，终于来了一只公的，这只是公的，这只绝对是公的，公的吧？来了一只公的，这里有两只螃蟹，这正在打架呢，又来一个，又是母的吧？现在我感觉抓的螃蟹都不用想。肯定是母的，是吧？抓到都不用想，猜都不用猜。还行啊，输了吧。在这个角落里面，看，又来一只。哎呦，嘿，又是个母的，连想都不用想，是吧？现在就是这样的操作了。现在今天就到这吧。今天潮退的不是很大。潮退的不是很大，但是咱们收获还行吧。最主要的享受的是过程，应该是涨潮了，现在潮水来了。行，咱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。